很多宠物也开始要加装 GPS 卫星定位的晶片了，要让宠物获得安心照顾。在台北县呢，有一对姐妹花是利用电子商务把宠物店经营的有声有色。圆圆的眼睛，短短的腿，十分讨人喜欢。聪明的库玛竟然还会算数哦！你爱不爱我？我们算数学哦，1+1多少？库玛，1+2。哇哦，真厉害！还有这只毛茸茸的灰色贵宾狗，是不是很像一只小熊呢？这家宠物店是这两位对狗狗充满热情的姐妹所经营。不同于一般宠物店，这里开放式的空间，从帮狗狗洗澡到吹毛，全部都透明化。但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比较放心，有些都是很隐秘，就觉得好像不是很放心让你在那边洗澡啊。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爱狗，像是有的。觉得狗店里洗好，他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，然后像是他这边都还会隔起来啊。从宠物助理做起的张小姐，到现在已经有5年照顾狗狗的资历，讲到开宠物店，张小姐就有一肚子的甘苦谈。我接触5年，我目前为止还没有觉得累，因为我觉得是兴趣的问题，而且每天都可以跟他们一起相处。每只狗的个性都不一样，你要去了解它们，而不是要去施打它们。因为有些狗你去打它，只是越打越坏。那事实上你好好跟它们沟通，每一只狗我相信都听得懂。每天超时的工作，这两姐妹忙到没有时间交男朋友。不过光靠热情是不足以去应付复杂的管销杂费及庞大的顾客资料，但是透过医化，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。人事管理软体能够自动的运作，让他们少走了许多冤枉路。这套专为宠物门市量身打造的 POS 系统，不仅使用简单方便，还十分贴心。整合收银钱柜和进销存的系统，库存和账务都可以轻松的搞定。而会员与美容的繁琐资料也每天都能够建档。我们在使用医化的时候，它事实上就可以帮你记了很多，说回查它的历史，然后说上次吃什么饲料，买什么零食，我们可以提醒客人说上次你是吃什么的啊，零食是什么，对，有没有需要再带。那事实上也是做跟客人的互动，而且电脑上本身还会告诉你说狗狗的生日到了，我们要做一些小礼物给他们。对啊，就是蛮好的，而且是蛮贴心的。人事经营达到有效的管理之外，更多溢出了80%的营业额。现在不止科技产业，跨国商业需要数位化，就连越来越蓬勃的宠物店也跟上了医化的潮流。非凡新闻黄丽卓、崇凯台北采访报道。